你今天不是回家乡过年吗？是咯，做完这些就可以回了。那我先走了，我儿子今天回来耶。啊 ，OK。哎，安迪，拜拜。拜拜。我毕业后第一次出来工作，差不多一年没回家了。这次特地买礼物回去，我知道妈妈一定会很开心，而爸爸，我也希望他会喜欢。美女美女，我们现在有做这衣服特价优惠哦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有暗色系衣服跟亮色系衣服，不如你告诉我你要选择什么衣服，我可以帮你做介绍啊。还是你要走冷酷的路线，我也可以帮你搭配。我就要那一件。妈，回来了。妈，你不是说下午回来的吗？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，所以迟了咯。哦。妈，这个买给你的。给我的？嗯。给爸爸的？嗯。去。爸，我买了新衣给你耶。哦，放着，我等一下看。你呀，笑一下，有多难啊？爸爸嘞，在外面呢。进来吃早餐啦。哎呦，新年还没到，你就穿新衣，等不及啊！这衣服很好看，谢谢。爸爸有笑哎，妈，谢谢你帮我缝好我的小熊。不是我帮你缝的。EcoWorld 新交乐报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